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呢，就是在这个彰化园林。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呢，大甲妈祖的玩笑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园林市区。那么有庙宇呢，是知道大甲妈祖的玩笑要来了，特地呢摆开这个舞狮阵势来迎接妈祖。而且现场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民众呢，知道妈祖要来呢，是在自家门口摆出了香案和贡品，希望能向妈祖来祈求平安。那么就有一名这个信徒呢，他是表示自己高龄90几岁的老妈妈最近脚不好，所以呢，他是特地呢带着妈妈呢来向妈祖祈福，已经持续了10几年。让我们来听听户主所说。对，因为十几年来啊，妈祖大部分行程都会在这几天，今天会经过。那我们大约就是在早晨6点多，我们就会来这里接驾这样子。那时间它都蛮固定的啦，啊，毕竟疫情关系啊，这几年都是不能专教底嘛。对。所以就是带着妈妈，带着妈妈一起来虔诚来祈祷，那个祝妈妈身体健康，然后这样。好，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呢，非常精彩的这个阵头表演呢，就是要来迎接妈祖的銮轿哦。不过呢，由于现在是上下班时间，其实呢，这个警方也出动相当多的人力来指挥交通，还要维护这个轿子呢跟民众的安全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